咦嘿嘿嘿嘿，小佑这么开心，必然又是有美男可以看了。而这次垂涎的是三枚嫩的滴水的小正太。昨天小佑我的新宠 TFBOYS 来到了大优酷直播间，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不向前冲没福利。小优趁着大好机会与小男神们来了次近距离接触，想知道私底下 TFBOYS 是什么样的吗？求我没用，赶紧看片。你不知道吧，少年这么忙。飞机的延误让行程变得尤为紧凑，而我们的 TFBOYS 完全没有顾得上休息，从机场赶来后直接进入了化妆间。小凯王源都在化妆，我们的芊芊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，然后今天早上起了早的时候就没赶上飞机，就有点累。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？是在工作吗？还是？对，是在拍那个 MV。网友的画面呢，就是在你们旁边的有一个电视。边化妆边对流程，不让三个小男孩休息一下就算了，忙得连饭都要在这个时候一并解决。估计这会儿多少姐姐阿姨哭晕在电脑前。小优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他们还只是个孩子。而少年成名的代价，不止每天忙碌的工作，还有失去的暑假。刚中考结束的王俊凯就跟小优阿姨，是小优姐姐诉起了苦。就每天有工作，然后平时就没有训练这些，我玩的时间现在倒是没有。欢迎 TFBOYS， 欢迎，来，三位请坐。这一个小时也许对于已经习惯忙碌的 TFBOYS 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个小时，但是小优的心深深的被刺痛了。这个年纪小优还在逛街吃饭买零食，无忧无虑过假期好吗？你不知道吧，少年爱唱美，萌萌哒。还有小红发夹小蓝发贴，你们这么萌真的好吗？化妆时这样萌就算了，关键是这站姿，嘿嘿，妍妍这么娇嗔的站姿是从哪儿学的？不过这许久不见，王源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啊，我不想吃鹿丸。鹿丸那是太久了吧？没事，我吃了下午吃鹿丸。刚以为控制体重的王源最爱唱美，一不小心瞥见了队长王俊凯。我照，我再照，这小伙儿怎么那么俊呢？偷偷耍自恋的王俊凯，别看他平时一副队长样，一撒起娇来，小优的镜头都晃了。不能充钱，充钱，痒。卖完萌，撒完娇，美妆时间结束，当当当当，花样小鲜肉出锅，是闪亮登场了。不知道我大葱哥碰到小鲜肉还能 hold 住吗？偷偷说一句，葱哥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专访 TFBOYS 的女主持，葱哥你胆儿真大。你不知道吧，少年与四叶草的情谊。在直播过程中，小优我还发现了身后来了一群不明物体，据说他们叫做四叶草，是 TFBOYS 的粉丝，敢混进咱大优酷直播间，胆儿肥呀。嘿嘿，开玩笑开玩笑，这些可爱的粉丝可是来给三小只们送礼物的哦。是给王俊凯和王源带的薰衣草的小熊，然后其实千玺他很辛苦，然后但是他平常也不说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买了一件衣服，然后希望他就是练舞的时候，然后如果衣服湿了的话可以有一件替换。而这些粉丝送的礼物，很快小优也在 TFBOYS 的身边看到了，忙着准备直播的千玺还偷偷拿出了粉丝写来的信。享受粉丝宠爱的同时，无所不能的粉丝似乎也给少年们带来了一点烦恼。其实就在学校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出校门的时候感觉是比较混乱，因为校门，然后学生的数量也挺大的，所以就有点尴尬。我说小可爱，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太招人爱，人气高啊。而 TFBOYS 招人喜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唱歌跳舞好自不必说，关键是还谦虚懂礼貌。在直播结束后， TFBOYS 不止一次的向我们的工作人员鞠躬感谢，这么诚恳有爱的少年组合，小优必须给你们点赞。优酷全娱乐，别再问少年为什么这样红。北京报道。